亲爱的家人，大家好，真的是我极大的荣幸可以与你们分享我的心，以及我在这个季节为我们所有人的祷告。所以我就要用神放在我心上的来祷告。在我心中感受的是，我们会是清醒，并且对神的呼召和声音是警觉的。那天上的声音不断地在地上回荡，还有耶稣不断对我们所说的。所以我祷告我们个人和教会整体都会专心聆听，聆听并且回应他正在说的。我为我自己也是如此大量的祷告，愿我们都能清醒并对他在这个时刻所说的话敬献。主啊，我向你求，在这个季节我们会是清醒的，我们会是警醒的，我们会与您在这地所说所做的完全配合。我向你求，你会在这地上找到一个身体，你的百姓预备好，渴望来听你的声音，聆听你心的渴望，你的心为什么而跳动。神，我请求会有一个回响的愿意从你的身体发出，从你的百姓，从你的孩子，从全世界当中都会说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会去预备好，并且回应你一切渴望要我们所去所行的。这是我的心，我的祷告，我会持续这样的相信，也希望我们都一起相信。